好，我是 Amanda， 我们来看五月五号星期三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，恭喜金牛座的朋友。我们透过整理居家的环境，可以让自己的心情也焕然一新。双鱼座的朋友呢，好好的打扮自己，可以让自己的人缘魅力更加的绽放。狮子座的朋友最近财运不错，可以好好的把握一下哦。比较需要留意的星座，提醒天蝎座的朋友，最近工作可能很繁重，要有加班的心理准备。双子座的朋友呢，虽然是好心，可是言多必失，小心不要得罪了其他人了。在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三，颜色是红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七，颜色是橘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一，颜色是灰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九，颜色是绿色。